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64集。今天是小年夜，先跟大家说一声虎年恭喜。那我今天给大家更新的是工作室系列编号第80号的大汉，在电影里头呢也是只出现了几秒钟，而且就被一枪击倒了。不知道是不是致敬到86年的大电影啊，他是被 Megatron 一枪干掉的。当然电影里头呢并没有交代那一枪是谁开的，那么电影无法出现它的载具形态，但是玩具呢给了我们一个交代。这个呢又回到很多年以前我提到的一个想法一个观念了、变形金刚的玩具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是让我们能够更看清楚这一些在电影里头呢出现画面可能很短或者是速度非常快的变形金刚到底它慢下来定下来会是长什么样子啊。尽管这几年玩具有一些还原度是有一些落差的，但还是可以提供很高程度的参考。那这一款算是我这一波推出的几个玩具里头我个人其实最早最期待的是这一款了啊。从照片上来看就觉得它非常的不赖，那它延续这一波前面两款玩具的一个缺点，它的这个髋部啊我感觉还是有那么一点松啊，不是说非常的 OK，腰的一个旋转也是比较偏松啊，然后手臂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这个恐怕也是经不起长时间的把玩的。但这一款呢跟先前的 SS 的玩具呢有一个分水岭般的差别啊，以塑胶啊的这个摸起来的触感光泽度倒角的处理啊，这一款可以说鹤立鸡群啊，墙上非常的多，甚至前两期给大家做的衣冠跟千斤顶啊，这两款玩具你摸起来的素质甚至照片上实体上你看到的表现，就是以卖相来说其实跟这款大汉相比啊那个是相差好几条街的。它的话呢身上的这个银漆还有这个弧形，身上的各个弧形包括这个腿上包括脚上啊，这个人物的一个整个一个造型后面的透明件等等啊，无一不显示出这是一个所谓的高质量的玩具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卖相的。除了枪，对，这个枪就原形毕露，你们有没有感觉这个枪跟他身上的这种塑胶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画风啊，但是就当成是一个 bonus 加分吧。然后他的枪呢如果你不喜欢背在后不喜欢拿在手上，你也可以把它背在后面啊，就这样子，或者是你弄一个倾斜的一个样子，这样看起来就更有一个兵痞的感觉啊。那身上的这个像是刺锥或者是这个什么样子特殊兵，可惜前面不能转，它这里是有一个洞的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是可以把它也是可以扣在上面啊，变成是一把组合式的一个武器，然后把它扣在后方。OK， 让人物的话呢就两手可以空下来，但是它后面这个插孔啊我个人感觉是比较偏松啊，就暂时的先把它给拿走好了。那它的一个最漂亮还是这个头了啊，尤其是这个弧形还有侧边啊，这个勾起来的这个细节就跟真正的钢盔很像，甚至这个金属光泽都做得很漂亮，腰身可以转动，手臂360度的转动。然后它的一个这个二头肌啊，它能转的幅度呢是有限的，因为它这个弧形啊会去干涉到它的转动的一个幅度啊，但是就基本上也不要太在意了。然后脚它是那样两边会一起动的啊，然后膝盖的话呢弯到大概90度，然后脚踝的接地的话呢这边给各位看其实是大概这种45度左右吧。后面这个地方的话呢就变形的时候是需要经过的一个滑轨。那么上一集做衣冠的时候大家在讨论头胶和空洞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不是很有必要去研究这个，毕竟玩具你是买一个你喜欢的玩具就好了，当然大家互相去讨论了、那其实收看我们节目大家都是透过一个叫胡服骑射的滤镜来看这些玩具，大家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进入变形的环节首先的话呢从后面这个地方把这个锁扣给打开，整个的推到后面去，里头有个轮子把它给翻出来。头的话呢稍微往下啊按进去一点，头转正按下去一点点。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胳膊的话呢这里面啊这里有一个洞，这个洞要扣进这个凸，
那具体的做法就是利用这个双动关节转进来，然后呢把这个拳头呢往上放，往上放，然后去把它给扣进去。那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绿色部件跟这个头啊，你这个绿色部件必须躲过头，让这个头能够往下啊压进来一点点，必须让这个大汉的头呢能够躲到身体里头啊，这是比较啊正确的一个变法，不然的话呢他的头呢在变形成载具的时候呢还会露在外面。然后呢这个洞啊跟这个凸要扣的话呢其实要稍微练习一下啊，并不是说一碰就能够把它给扣到定位的。这里是一样的啊，我们把这个手臂给转进来，然后到这边把拳头给塞进去，那要确保它这个头啊是能够压下来的。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再接着做其他的变形啊，把这个腰部呢旋转180度，然后的话呢这个地方啊从膝盖这个地方锁扣解开，然后整个的往上面翻到这里，再把这个脚尖呢跟这个膝盖后面有个凸做一个结合啊，这边也是一样的啊，这边过来扣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外摆内收转成这样子，推到后方去，不对，应该讲车子的前方了，这个时候应该是车子的前方了啊，到这里。哎，我转错方向了啊，到这边。好，到这里的话呢我们要把它给扣上去，它扣两个地方，绿色的跟这个黄色的凸，还有这个这里跟这里。那扣的时候呢，我的建议吧是先扣这个，这两个差不多，应该是要先扣上面这里再扣前面这边，可能会比较正常一点，因为它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小空间，但是上面这里的话呢活动空间比较小，所以我们应该先扣上面，然后再把前面给扣上这边。那各位有没有看到我这个，等一下好，扣上去。它这里的话呢有一个白痕，这个白痕呢是我在拔出来解除的时候呢去造成的。那这扣的顺序的话呢，各位反正你就是留意一下，因为我当时拔的时候是硬拔，造成了它有一点小小的白痕。然后它的载具的话呢啊，基本上已经变形完成，滚动性也是很好，这样子看已经很好看了。而玩具的话呢提供了我们这个东西呢可以放在正前方，如果你觉得这个洞碍眼，你可以把它转到下方去啊，或者是侧方，哎，这样子就有一个电钻的一个前面一个武器。然后枪啊，这里这个洞扣在这个上面，把它给扣上去。但是这个卡槽的，但是这个凸跟凹的结合呢非常的松啊，那个不是说非常的紧实啊，能够稍微的放一下而已。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款 SSD 80号大汉，从机器人到一个外星砖，应该说战斗机器的一个变形过程。我自己呢对于这个造型算很喜欢，第一它还是很有设计感的一个各种圆弧形，甚至呢我很想说这个其实有一点鸟山明的风格，对不对？这种鸟山明早期的这些载具的一个风格啊，轮胎它是两个在后方，但是另外两个的话呢则是集中在前部。那这个地方旋转呢并不是靠金属部件的旋转，而是整个根部在做一个转动。上方这个枪的话呢就是卡得非常的浅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所以基本上也不要太去推动它了。人形的头呢是藏在这里啊，但是你从上面这样看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什么特殊的什么反应装置啊，或是什么啊，反正它的头脸已经完全都隐藏起来了。各位也可以看到它的金属的一个涂装啊，或者是这种光泽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的。然后这里灰色的透明部件，从这样子看可以看到里头有一些东西，但是你看不清楚里面是什么。其实里头是它的一个应该是手臂啊，就是手的这个背部这一带啊，大家看起来有一点神秘感觉。那滚动性的话呢也给各位展示过了，非常的 OK。 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一款的综合数值呢非常的强大啊。如果说吧啊，就是这一款飞轮衣冠它是以变形取胜的话，然后这一款的话呢则是比较各方面是稍微平均一点，而这个大汉的话呢如果你跟它比变形稍微弱一点，但是其他各方面来说我真的觉得这一款的综合素质是非常高的，甚至它很适合拿来推坑。它不只是一个外星的一个载具的形态，你甚至可以说它是
我讲科幻风是不是有点废话，但是它确实就有一种特别不一样不同档次的一个综合表现啊，特别是它的一个塑胶线条啊，真的跟这个家伙跟这个家伙相比，那个是完全不同感觉的。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